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 Christina。今天想同大家推介一间在全城汇8座高层的三房一套单位，单位的实用面积839尺，可以望到个好开人的景观噶。我哋而家即刻去睇下。大门口向前行两步就见到个 U 型设计的大厨房，厨房的空间感非常之大，收纳的空间也都非常之足够。看完个厨房，我哋行翻出去睇下客饭厅啦。客饭厅长形开，直接有对流出，空间感非常之大。而露台就向北，可以望到个好开扬嘅荃湾市景同埋山景。而家我哋行入走廊，首先望下个客厕先。客厕系有窗噶，仲有个大浴缸。在客厕的对面和旁边都各设有一间客房，两间客房的面积相若，略为长方形的设计摆放都非常之容易。而这一间在客厕旁边的房间呢，是向西南方凸尺形的大窗，可以望到个好靓的海景间。最后我们去主人套房参观一下。主人套房的浴室空间感都非常之大，做了个浴缸，还有扇大窗。我们试下由这个角度望下个主人套房啦。而景观方面都是同客饭厅相同，可以望到个好靓的山景的。多谢大家收看这条片，如果大家对这个单位有兴趣的，欢迎随时联络我 Christina。另外我都仲有好多相簿可以推介俾大家㗎，欢迎随时联络我啊，拜拜。